感谢蝶蝶的100颗星星。哎，蝶蝶，你是不是很久没用赖了啊？因为赖敲你都没回应。我刚卖到不该卖的吧？嗯，近战武器，这是降 CD 吧？哦，是哎。感谢婷儿的20颗星星。你有回？没有，你再看一次 LINE， 再看一次 LINE， 有吗？哪里有回？你没回我，最后一次回我是礼拜三的时候。感谢秀的10颗星星，不是，现在是不知道玩什么，因为泰拉瑞亚真的很好玩，只是观众还比这个少欸，我现在真的是不能玩自己喜欢但观众少的游戏，不然我会饿死我自己。嗯，双 CD 可是浪费了。我现在是可以带人的啦，只是应该也没人可以让我带了，不需要我带了。那昨天我们在刷的时候啊，我昨天就是关台后去洗澡，然后发现可以这样玩，然后就很开心来跟哈基分享，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用了。就是我们不是有在那个刷地图吗？这样子，然后我记得这个是这个，不是谁？嘿，啊你不是不能玩？那偷进来啊！你不是不能玩？等一下哦，这个加这个加，这是什么？我失忆了，等一下哦。应该是，这个加这个 ，OK。感谢老G的50颗星星，感谢小奈的10颗星星。对啊，就是刷这一关。哎，你能不能通话？你能通话的话，进通话哦。带人吗？你要不要来？你要的话就来吐我群啊。就这样子。好了，你可以飞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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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飞我，飞我，飞我。我们昨天就这样刷的，刷的倍儿快。嗯，这个。我要来当那个混乱的根源。如果现在还在自己先过个地图，你
你的家产都在我的地图上了，秀啦。傻眼，明明就是我们投资你的东西都在我们地图上，那你的家产在我们地图上。等我玩腻哦，大概礼拜二、礼拜三吧，差不多这游戏寿命就差不多了。哇，这么快？除非有刷到好东西啊，刷不到就算了。沈前今天也是一样的嗨啊。好了 ，TP。你放保险箱，放保险箱的东西拿得出来啊，不用我的地图也可以啊。你去一张有保险箱的地图，你就拿得出来了。哦，老君你的麦。Sorry。忘记手机放旁边。
我点到了，你有拿到吗？白痴哦、喔，你为什么？抱歉，我有拿到啊。你有拿到？你进来了吗、嗯？我没看到你。哎，我是走错不？我走错地方了，我走错边了。有我拿到。你有拿到什么？法杖。现在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呢？有拿到？哦，好有。有。好好。不要丢炸弹啊！我跑速很慢。你死之前的空白键好吗？想骗我？你这张是要刷什么？全套。全套。我之前有一把攻速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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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的全套，然后把它卖了。你刚刚不小心卖掉了、啊？昨天啊，昨天卖掉的。哇！因为它没有吸血，它只有攻速而已，不好生存。可是那一把，那个不拆掉又没有多的点数。嗯，所以只能忍痛拆啦。你要走啦！啊，没按到啦！他那个跳出来在那个背包里面很难看到。右上角，我也没看到啊。错，我也不小心就没看到。Go！ 你要打过去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发现轻轻而已，刚好试一下新拿到镰刀。偷偷测一下他的攻速。好了，一批。我这套就不是输出装了、啊，只是 CD 跑图用的。哦，跑速用的对。对啊。我的装都没换、啊，说要换武器了。我觉得这把镰刀也没有到很快。那个把镰刀不是用，不是拿来打快的啊，是打灵魂用的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打很慢。然后我把昨天打到镰刀又卖了。为什么？嗯？他灵魂收集太慢了，他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天赋。然后打到一个会喷九个灵魂，那个没有。结果我就把那个换掉了。因为灵魂流 很吃灵魂啊，就像魔力一样啊，它等于是另外一种魔力。嗯，要一直爆。对啊。我这把也没有灵魂。你那把好像不是，不是灵魂的吧？它是灵魂的。哦，没看过那把哎、欸。这把是灵魂，就是镰刀啊，只是有加那个而已。应该是另外一个镰刀吧？我没看过那一把。嗯。不用打啦，只能先比着用而已。看他在那边就去打一下、啊。你想被我打、啊？反正你还要开机关呢、啊。不是啊，你根本还没，我根本还没下，你还在那边打小的。为什么会走错边？这里呢？所以等一下是我过去当混分仔吗？可以啊。但我真的觉得刷蘑菇牛很棒。哎、欸，我昨天看你成就，你打完第一周目了。我的吗？对啊。今天早上打完毕。嗯。你玩很快、欸。直冲三周目啦。你都没办法，你要人家直冲。我在三啦。我打完一周目之后，发现说他的战斗等级好像要三十多，我还不够，我就只好到处在刷装备。嗯，进来啊！嘿咻！哎、欸，然后他们说这个东西，
较，对吧？哦，这标记之后他们就会攻击了。什么标记啊？你会发现头上有个标记符号。有。对，这把弓就是那个怎么讲？就你标记到，然后你的召唤物就咬它。我都没有拿到召唤物的，没得用，现在没得使。全刀呢？老居没做事，没做什么事，他没做事啊，他不用做事啊。就说我是来混分的呗。还是说你今天没有上班，是这个意思？哦，对，我没上班。卢米，礼拜六休假。按错，挑错装备。你要直接打过去啊？谁？你要打过去还是用飞的？飞的啊。嗯，因为我看老巨也在打，我想说，嗯，他们打的吗？什么叫也在打？好，飞我。他跟我在打架。怎么飞 ？F1，F 加 F1， 然后挑 ID。哇！你死在哪里？初始点。可以飞回去吗？会死哦。刚还好了。为什么你要打怪？你没看到我刚怎么跑的吗？你是没挂台。他没挂台。欸，超痛。完了。你要死了。还好啦，我不会死啊，只要等我打一下。不是页面要出来了。嗯，好啦，我要死了。太痛了吧，吸不回来哦。要打趴树的啊。欸。抽不起来啊！抽得出来了。贝雷啦，奇葩就乖乖在后面躲着哦，在干嘛？因为他刚好遇到这阴怪。不是啊，就不要打怪了啊！我在飞，然后我没看到旁边。哎，直接飞房。不然就是你都不要动啊，都我们好像在飞啊。好，我换把打好了。你在外面等。好，这里。
啊，你要把，你就是把一直把装备冲到最高，然后去摸箱子啊。OK。卖装备进去哟，在里面卖。宝贝啊，好啦，我进去之后再卖啦。好，老巨先别 TV 哦，卢米来。有，我看到字了。看到字？对啊。看到字、欸、哦，字跳出来就可以、欸、是不是？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刚飞过去在原地跳了一圈？我卡住了。你快飞我。看你画面。我卡住了。换你雷了。你快飞我。我飞了三次了。还不行吗？不行，对你整个卡住。好，再一次。老君，你不要飞！我不跟你讲，不要飞，出去，走这边，走这边出去，走这里。好，对。啊，靠背。有怪是不是？有怪是不是？你打我，你打我去救他。我知道可以跳过栅栏，跳过栅栏有用吗？不用打吗？怎么跳？叫一下，这样吗？来，请教。来教我，快！这样我刷得更快。刚刚那个小房子可以罢了，哦。没差、啊，他根本可以飞。可能是从上往下跳之类的吧。哦，我换镰刀了，攻速太慢。九六，这个就进去了吗？对啊。可以了。哦，你的手好黑哦，我想要更好的，去死！啊！好累个，很那个。对啊，我刚刚有顿呆了一下，两次都有顿呆，爬回楼。你是说只有刚刚那个小关的那个地图才行滚，是不是？嗯。
你饿什么？那個嗯、你会卡、喔？我告诉你，有一点点 KK。所以由你们来开的话，装备会比较好吗？没有啊，他就是吃那个的啊，你的装等而已啊。我不相信我的手了，请打关掉包包，请看右下角有数字在倒数。再这样子，我叫你跑图了。好啦，我老错了，我好啦好啦，你跑图是？我没有鞋子，我没鞋子。好，我跑，你错的哦，我跑超慢哦。你死掉，我不救你了。哇！哇，什么？不好了吗？你从刚刚答应我说等一下就是在里面卖，你还给我打开包包，在那边我们不好了，我们有好货吗？啊？不小心的嘛，手太痒了嘛，手太贱了。好，老巨。好。你是看右上角的字一跳你就飞进来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跳哦。右上角的字。嗯，他的任务会变，怎么进去？怎么进去？这关是不是？为什么进不去？跳！哦、白痴哦，这边啦，从这边啊，从这边啊，你不要进来！我出去！啊？怎么跳？我不知道哎。从斜坡。我不行，看了我要走，我进来了，拜拜！你出去，出去，走大门，出去，走大门，出去。上面有路，我是超卡车。哦，超爆卡哦！你好麻烦哦！你才超爆，你刚刚那个超爆卡。出来了没？出来没？出来没？出来了呀！出来了。那你不要出来，你不要进，那你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。你这里可以吗？这边不行，这边没有高处啊。刚刚是从高到低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这招去欺负哈基。怎么这里做？那如果音乐有看台的话，就不能欺负他了。雨月有在看台吗？雨月喊哟！你们不是昨天又继续了吗？就我们就是分两队啊。这是啥？一人一间房间啊。对啊，因为通常这一间比较简单，因为通常这一间三机关三很多，那另外一边机关是五很多。哇，好快哦、喔！那我爱上的那一关，因为想说那一关是最讨厌的一关。我不要开，刚被说黑色。不是很黑啊，你是橘色，可是没有我要的。不是我要的。我都没有橘色啊。你等一下就有了。靠，你昨天那边嚣张说有橘色是谁？不是我啊。那是谁？我嘞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昨天是谁啊。是谁啊？他一定很丑，很胖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昨天真的要蹲蹲，你也要去我们家才蹲蹲，你在你们家蹲蹲，当然容易被看到，你是不能怪我啊。不是被看到，是爆炸、啊，那时候不是东西喷出来。嗯，一大堆钱了。然后不刚好有人杀你？对啊，刚好有人杀你啊，犯案现场就出现了。我以为你有发现我蹲。我有看到你蹲啊，那喷你一大堆钱，我想我怎么会领那么多钱？我今天回去看看记录单，我想说奇怪，我明明有蹲。有啊，你有蹲啊。所以我是要什么时候再传送过去？你看，等一下右上角黄色的字有变。可以哦。探索废墟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还不行，好了，好，现在才可以。哦因为我才刚进来、啊，我才刚进来而已。你飞也要时间呢、啊。我万一我卡住怎么办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露米，露米，露米，这里。哎呀，我看卡住了吗？哎、欸、不，哒啦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不用来，不用试了，不用试了、欸，你快出去。好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跑了，我跑了，我好像直接扫到一个哎、欸。对啊，超快的哎、欸，比昨天还快了哎、欸。对，快很多。感谢你，把这种小撇步分享一下哦。
直接站门口等你啊！你现在是已经会背了是不是？按的超快、欸。它是三个而已，左右左右按而已啊！你有什么难度啊？还是很快啊，看起来手速很快。 咦，老巨都不开了、喔。他怕黑啊，他怕被我嘴啊。没关系，我也很。可是，如米开都是开绿色、白色给我哎、欸。我也是，都绿色、白色啊。老巨还是你开好了，老巨。对啊。开了，然后我被嘴。没有啊，你又不是没被我嘴过。 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要等你到第二阶段再飞。哦，反正都要滚了。然后我再回去。等你滚到，哎、欸，又卡了啦！我刚才滚到一半。看来不能在你滚的时候飞。不行，你白痴不是走这边？气死！ 你在滚呢？你是怎样？叫你在滚啊！你在滚啊！在滚啊！你在滚啊！是没血的好吗？你在滚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好了，我要进去了，要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干到你啦！干，气死！ 被队友嘞，好不开心哦、喔。走了啦，你看你，想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没有砸到。怎么会砸到？你走那边，你要走那边出去哦、喔，走那边出去才会开哦、喔。啊？你说我要走那边是不是？反正走出去就对了啦，你不走那边出去门不会开啦。然后等太久，就先走这边出来了。 有人在挂网哦，有人在挂网哦，可以在忙哦。哦，旁边丢颗 TNT 啊怎样？没开到好的啊，生气，生气！而且刚刚队友在那边给我的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说要等第二间房？那、啊、你不然你去第二间房间，我去第一间房间嘛？如何？如何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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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死了你再过来救我。好啊。 我就笑你，有可能会死啊！你几等？90而已。装备几等？装备才100。怎么就才100？100就够了呢。还是会少啊，好像武器没撑上啊。
还是你刚刚是想要试啊？你要试的话就让你试啊。不要。不是啊，你要试让你试啊。不然又说我凶你。被打。好了，可以飞了。你飞太快了啦！我刚如果卡住，你死在里面，跟你们讲。哦，卢米，这个吧。你为什么旁边有怪啊？谢谢，我赢的啊。你跟怪，我就是怕会赢啊。他飞过来，好神秘哦。我看、啊、你飞，白痴、啊。哦，你看，我看我什么？你不知道滚。怪刚都成功，怎么我现在又失败？差一点，太快了！是不是要在前面一点啊？好，不要混分啊！我打一下。拜拜。欸，你是往哪个角度滚啊？我有在刺啊。我刚才是滚不过去啊。没点好就是会卡住啊！哎，放我进去，先把窟窿打死，才能放我出去。哦，你这样还做不来哦。废话。哦，我的错，我的锅，我的锅。算了，我走，我走，你大家慢慢试哈。快笑。开好了啦。干嘛啦？你不知道是这里吧？哦，对啊，不是，你走那个比较小的梯子那边 啊。哦，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还没吃几号？应该这个吧。难哦。不是。哦，有了，要斜在那个很边边。好，刚是意外，难哎、欸！哇，肯哪一个啊？这个吧，好像是这个角。然后嘞，对，这边。然后我就卡住了。那边你就失败啦。对，但还差不多那个角。胖。胖。怎么不胖？哇，你才胖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最胖。对啊。这里，嘿嘿，可以了啦。好像差不多可以了。哦，我走上面了，帮我清一下。我觉得你不用清啊。你怎么又会有好玩的东西？这边没有了。嗯。你录了，嗯，你录了，嗯，人还没到，先生，人还没到，还是会，还是有啊，他的装会掉到你旁边，万一呢？万一呢？如果是橘装的话就，就是没有的哦。真的假的？那就只好开启同队伤害。哇！不用伤害啊，不用同队伤害，就直接把怪移到我旁边，不帮我打就可以了。没错。
这就是团队伤害。 好了，对，又可以练了，快，再来玩。走，我先看你表演，你先请。这里吧，快快快快快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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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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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真的很快，可以直接另外一个人去开另一边。不是啊，您就一样也是两个人啊，就一人一个人最快最有效率的。不行，要再等我再升高一点。我至少要再升一级才可以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现在手上这一把的还没全部过完。 飞镖局啊！哦，这一关居然还能走！哎、欸，干什么呢？哦，橘的！你们讲说橘的全套已经打人，你是橘的斧双刃斧。 你要看要不要改双刃斧吧。如果有那个光辉吸血那个东西的话，没有光辉，我只有看到，刚看到的是单吸的吧，忘记。进去我来看。啊，有光辉哎、欸。对啊。 如果光辉，然后增加攻速什么鬼没的，就是有什么暴击后增加几趴攻速，那个你可以付。看一下，好像还可以。你说飓风吗？还是骷髅头？有这两个的分开的吗？没有，一个是。 那个加速速度又几率，我干，危险哦！等一下，如果你飞我，啊！我还没飞，我还在站桩哦。你怎么死了？我说飞吗？不是你啊，你该死了啦！哎，你哦哦哦，你可以耶！你小心帮我往前走啊！啊，救我们，救我们，救我们！你那把斧头可以耶！ 但我什么那把什么都还没付哎、欸，你看你就已经打赢了哎、欸，对啊，什么都还没付的。哦，不行，来吧，就是我刚就在看这个。哎、欸，最高是运气好哦。嗯。大连。不是运气好，其实那关是我最讨厌打的一关。 因为它太错综复杂很烦，所以遇到那关我很头痛。现在有新的 bug， 懂 bug？ 是 bug， 刚刚那个跳跳攻略，怎么可以讲 bug 嘞？好吗？我的锅。哦，你厉害呀！我不喜欢这个，我不要，这我不会。这样子啊，然后这样子就好啦。哎、欸。
想那么难干嘛、啊？对，我在刷装备。那为什么我刚觉得它好难呢？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它。那把哈基就很喜欢啊。对，这把攻速很快，换这把。那再配一个有近战攻速、近战伤害的装备，哦，那把就真的很屌了。对啊，而且106的，算高了。怎么算高？很高了哎。 再吃个蘑菇。我想抓一个那个、啊、橘装拳头，那个拳头手套。 来，露米，这个大概按4个就好了。嘿，1、2、3，来啦来来来来，不要动，看好，这样对不对？按这个，再按这个。刚刚只有一个是下去，所以你按左边第二个可以让两个下去。 然后再按右边第二个，可以让那个3个上去。好，你听不懂。我决定，我开我的地图，我慢慢研究它。我很好玩，我一开始也是摸。我觉得你要杀我了。你要看哪个拳套啊？它有3种拳套。104。对，有3种拳套。是熊掌的那个。哈，那不是，哈哈哈。 它是猫猫拳，你拿它，你拿它攻击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叫猫猫拳了。我看，好，我等下拿它。那让你在那个村庄里面死。村庄里面死哦，好，那我死。跟你玩会比较开心，跟你玩我也气死，好不好？拿溜溜球打肉墙嘛。 拿弓箭打肉墙嘛，跟我讲说200，220够不够？啊，那把还带不够？你猫猫拳？明明就是熊爪，你看它是爪子你。那熊爪啊，它攻击力量没有吗？猫爪，有点低耶。有点低呀。算了，我还是用这个好了。爆伤服务。 决定换这把，不管好不好，至少攻速快。你个蓝色连到很帅哎。很帅啊！我就说我没有那，我的不是那一把，我昨天紫色的样子。嗯，可是我也不想卖。不要卖啊！可是你不卖不是没点数？对啊。没差啦，你那个也是刷蘑菇来的啊，我就说刷蘑菇，不然以前留着嘛。 老狙先没PP，你TP死。嗯，老狙你也先不要挂着，我吸到了。好了，TP，可以飞了，可以飞了。哦耶，卢米来。PK，谢谢。PK。 哎呦，下去了啦！谢谢赢了，我赢了。刚刚都是你，好不好？我刚刚都是我，前面两场也都是我先过的。好啦，你最棒。啊，我最烂，你最强，你最强。我最棒，好好听。拿王国币在那边蹲蹲被发现，你最棒。好啊。 跑那么快，你还跟我抢水喝？啊，都等同一个红绿灯好吗？我再快还是要等红绿灯的好吗？<笑>有警察的红绿灯是最大的哎、欸。好，不跑了，给你跑，我弄装。
我以为荔枝村像一孵出来的时候就会飞走、爬走之类，没有哎、欸，他们是一群都窝在蛋旁边哎、欸。春象，你又养春象啊？我养春象干嘛啦？是我遇到我家门窗户有荔枝春象，不是会臭臭吗？我不知道，就他一孵后就把它拿去扔了、啊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嗯，你怎么会想养它？那也能去卖啊。哦，引力啊，没公司。好了，再刷喽。嗯。雷跟回击，你会选哪一个？等一下，我遇到怪，我敲到怪了，呜，可以飞了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。雷跟什么？雷跟回击就是。你知道雷根？攻击力。雷根糖。啊、落雷的。啊？雷根糖。回击是什么？糖啊！这上面引到怪，下面好多怪，天哪！你先去开，我把下面清掉。有开到吗？没有。以为 我只是看看你有没有在荧幕前面。你刚干嘛？跟他 TNT 啊，他过太好命，没在荧幕前面。有没有小鱼？我们很棒。我想说，你拿 TNT 看我这边干嘛？原来就丢过来。正常啦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再丢外面一点，你是绝对逃不掉的。刚不小心扔到，刚好在那个波及范围内，这样子、嗯。对啊。好了。哦，又是猎人弓。又是第二天。你看，刷这一关也刷又快30000块，我昨天才花到，花了剩到17000。现在有29000。我才花2000呢。啊？回击就是那个攻击后会连续攻击一次的、那個。哦，那个、哦，你说斧头吗？這個、对啊。要，因为它是3秒后给你一次那种瞬间攻击。那我附雷好了。雷是什么？雷属性哦，还
还是连锁闪电？你等啊，落雷。哦，好啊。30%几率的那个。好啊。不然另外一个就中立嘞，很可怕、啊。中立很棒哎。我不要中立。不是。哦，好吧，你那个中立应该也还好，看你啊。对啊，我这个应该不要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抽个装备，我想要抽到有那个。你抽啊。另外一个紫色的东西。把我的弓卖掉。我有了。抽什么了？运气好。你这个装备抽很多哎，说运气好。运气好。说运气好，抽很多呢。小姐，武器呀、啊，嗯，好，可以，很棒哎。这速度喜欢。可以哦。对啊，这速度还行。还有，你有配那个吗？吃蘑菇啊。哦，对啊。这样灵魂兽哥要拿掉。正常攻速。那为什么整个画面都在震天呢、啊？卡到，哎、欸，你又升级了，是哟。为什么会知道？每次选地图都要再选一次，越来越不用选了，就知道你越来越升高了。Go go！ 没有，这次我会安全一点的。有两件紫色的这个幽灵披风。好了，到手。哎。嘣！哎、欸，没炸到他、欸。我们又要炸人啊！哎、欸，把我想这么坏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好，等下继续拿。白心说：“这都是算好的。”你刚差一滴滴，好不好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真的，好啊。本来说不能够，一船怪没办法动，我看到 TNT 那边在膨胀的，喂，过来，小妹妹。哎呦！快点。我忘了啦，我忘了啦。这个反正你看哦、喔，左边第二个是这样子，一一一，嗯，二跟四会上下，然后右边第二是二三四会上下，嗯嗯，然后嘞，然后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的、啊，认真你看哦、喔，可以按三步就好了，你看一，然后点最右边、嗯、二，再点那个三。嗯诶、欸、为什么他这样就触发了？还是你显示 bug？ 我以为他要一条线啊，你显示 bug 了，抱歉。我以为他要一条线啊，你抱歉，哎、原来你是显示 bug 啊。没有。还是你根本没显示 bug， 你骗我。没有，就我以为他要一条线，是一条线啊。诶、欸、是要一条线啊？没有，因为昨天我跟小雨是。一个房间的，然后哈基杰克是一个房间，嗯，然后我昨天也是显示 bug， 我真想他真的有显示 bug，、嗯、对，就台主说的算，房主说的算，好，来这个，你就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哦哟，
怎样？相反充能哦？没有啦，快点啦！你现在看到的应该是，现在应该是全部往下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好吧。我都是这一二三四都是平的。你还给我踩低能？好。算了，算了。反正第二个是二四是充能，第三个是二三四是充能。我觉得很好玩啊！二从第三二二三四是充能。哎、欸，老居，我教你哦、喔。嗯？你如果真的怕的话，你看你有没有一个叫做魅惑的项链，它靠近你魅惑它就好了。哦，对耶。对啊。我还没有这个。紫色的。好强哦、喔！我的臂力这么强哦、喔！我刚刚往天花板丢 TNT 哎、欸。我好棒哦！的屁是紫色的，很棒。蓝莓吃太多，不，讲错了，蓝莓也不是紫色。我看到你那画面了。而且你的 TNT 是一种喷射出去的概念，很像在传球那种哎、欸。是什么？咻！是这个。这边怎么看？嗯，队友的那个等级看不到、啊，都要问、啊。你进去的时候就看得到啦。他是只会看到平均等级。来、啊，你点开、哦，点开，点开，你点任何一张地图，他应该会跟你讲说你是倒数第二个吧？他会显示说这队伍的平均等级在这里。哦。欸，为什么你今天唱的歌都是一些人家 cover 的、啊？他们都是贴 cover 的给我啊。哦，好吧。干屁还跟好紧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小僵尸本身跑出就很快，对不对？嗯，哎、欸，哇塞！重点是你是吸到精英啊。对啊。那就是父母。好了，可飞可飞可飞。好。我杀掉了。啊，又不是，如果你来。啊。啊什么？不甘愿呢、欸？很不甘愿呢、欸。我来呢。感觉你可以带人，带人的啊。不是，你一直都可以带人啊。喂。带人很麻烦，要开那个，我不会开那个东西。开什么？不是开这个啊，你开张地图啊，这是刷装备的地图，带人。哦，对，我家的很少玩这个。你家的？对啊，我家那边很少人玩。我们家这边也没有很多人啊。我就老居阿亮跟一个叫空宇的你知道你比我强比我痛的吗？是吗？嗯，只是跑，没有，对我完全跑得快而已。你比我强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哦。我平均106啊。我101耶。应该是弓箭吧，因为弓箭我没有用。我弓箭106哎，放最高。快摸！弓箭10，有啦！谁摸的？老君，哇，666啊！好美！这是什么？我等一下看你的画面。有补血，有引力，哦，又有暴击。哎，那你可以带三周目耳王了吗？这一定可以带的啊，这超强的哎。那走，三周目。
的王。你不是打过了吗？三周目我没过啦。那你不带你打过了？哦，那天有带你打过。三周目、欸、有你有我有巧克力。哎、欸，有过吗？小姐，感觉有做到事。小姐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所以有四周目了吗？还没有啊。欸、你那时候跟我讲说你昨天你一个人打完二周目的王，有没有印象？嗯、有啊，二周我自己打的、啊。对，啊，然后三周目顺带你碾过去了、欸，有没有印象？没有，我看一下。那时候还有阿亮在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三周过就要过了。算了。嗯、算了。我要刷装了。你可以自己再打。哦，对耶，昨天我们还说开箱子哦。算了啦。我想起来了。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算了啦。谁闹？我就不好说了啦。我忘记。认真的忘记啦。谁才扰人？我不想多说了啦。你呀、啊。哦，你。哇，这真。哎、欸，老俊，你帮我开这把也是不错。你发你这把。好、哦。耶、yeah, ，有做到事就好了。有贡献，有贡献。这把看好哦。你看普通攻速。哎、欸，可我看到他。这普通攻速哦。还没有吃蘑菇是不是？对，要吃喽。可能会爆卡。要吃喽。屁呀、啊！这爆开就是那个啊，光辉啊，跟你讲说这个是。就补血用的，这你的速度这么快、欸？我吃蘑菇啊！欸、你是北斗神拳哦！我吃蘑菇啊！哇、哦，好帅、哦！跟你讲，现在大家都在刷这个拳套，而且给的属性，你说这一把这个的属性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对，附魔来说，只差一个啦，有点可惜，但也还好啦。就是老君我也要这只这个拳套最重要的是光辉，这是补血的。那个金色锤子那个，因为它攻速快，但它就是打得少，但是可以补血，拼那个触发几率就对。还要再刷吗？就我昨天就是为了刷这把啊，真是很像我的触发几率很低。没有，这就是拼攻速的。我觉得是繁星那个攻速太快，你看他手速是怎样？哇！你看我挥了14拳才触发一个光辉。好，这个是哦，触发9拳，触发3个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他右左边会写，左边会写啊，我刚好有。有啊。我刚好有重力啊，重力又可以刚好看一下看到。哎、欸，卢米要不要换你的地图？刚好开箱子啊。你就换我地图好。对啊，老巨蛋飞我，我们去偷进人家箱子。好。然后等一下再去露米的地图帮他刷图，要不要？刷图？哎、欸，我的图超乱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有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是刷装备啦。你那个用单人一个人跑比较快。哦。对啊。你们开箱子就好了吧，反正到时候图再慢慢刷。那去你那边开箱子，然后直接用你的开就好了、啊，又没关系。呵。开巧克力全猫头的，好啊，在隔壁偷玩。又在偷玩。抓到！我想跟谁玩哦？嗯，酱油、杰克、团团，他们刷的牛关蘑菇牛啊？对啊。你们在阿米狗？他们在阿米狗啊？哦，阿米狗看不到。你可以直接飞我，我在房间里了。老巨来吧。好。话说这个营地没办法设密码那些。没有啊，你要就是设单人一个人玩啊。所以只要有好友就可以会被偷。偷就会被背进去。对啊。
空干王。不行，那把太近距离了，还是用这个。老君，你飞？嗯，在里面。对呀、啊，用飞的。哦。在干嘛？开箱、啊。开箱子。你去开，你去开。对啊，我要让我去开。啊。啊！啊哎呦！啊！我看一下是什么的。这是哪里？为什么会有箱子？这个是就是你把那个啊，昨天我们不是有在找那个吗？那个什么的字母，对，字母的，嗯，都一样。哦，然后后面就会去哦，就是对啊，有可能说不定老居的也开了，没有，他字母没有找啊，他没去找字母啊。可是我应该也没全找到哎、欸，全找到才可以全找到才能开呢。有可能是你的开了，所以我的也开了。我在猜。不可能啊！昨天有些，哎、欸，有可能哦、喔。那应该有蘑菇牛了。你去看一下我的蘑菇牛有了。啊，那就对啦，那就好啦。所以我才来猜是不是？反正每次都是跟你一起玩嘛。啊，找东西是跟你一起啊。啊，如果那个游戏断线，也是跟你一起断线啊。听起来很可怕。嗯，所以你在刷什么？你缺什么东西？我想要竖琴弓。那打、啊，要打几的？你不是也可以开房？可以啊，我开啦。所以我说我来你的地图开房间呢、啊。也必。这张又要怎么刷？打怪啊！直接打怪。我要看看我的存活率。不行。那这边干嘛？这边不对，找错地方吧？对吧、啊？不是这里呢，这上面。哎、欸，你那个攻速超快，我根本回不到。我要当戏份仔啊！哦，白心脏的看起来像电动按摩椅，会死人哦！这个电动按摩椅。就来帮你按摩，噔噔噔噔噔，而且还可以把人家吸起来，好威哦！啊，后面有小僵尸喽！啊，我亲后面，我亲后面。为什么会抖动啊？天哪！哼，这个很可很夸张。
开完了。嗯，我到处都有散落的绿宝石。我打到的啊。捡捡捡。你是有吃宝箱吗？没有。哎，宝箱对啊，有。宝箱不是啊，是要宝箱是好像只有我自己看得到吧？的药水那些东西。嗯、有啊，我们也看得到。你上面会有一个包袋。露米，你在打谁？露米，你在打谁？交给那边交给你就好啦。我会被打死。你很厚，你不是你没有很厚吗？我没很厚，我很薄，这是 CD 装。妈。我想说你打那边，我帮你清旁边。好玩哦！哎，箱子。哎、欸，有香香，老朱靠你的手了。哥、啊啊，没有，没有，臭手。那你砍几下就死了，我要回很多下，虽然这很爽。你看你会比我强了，你大概是两三下了吧。哇，这个很难呢、欸。这只能慢慢烤。走错路，我去前面玩苦力怕。哎、欸，其实这是你打的、欸，是我打的，难得啊。我都看不到啊！你那个拳头都拧得红红的。看血量，上面不是血量？看不出来，就看不出来。欸，我们是不是要走错路？走错了。看那个光线，看得太开心了。耶！要靠哥哥打怪。耶！我现在在紧跟着反击，因为他那边可以补血。我也有，只是我都很难触发。我知道为什么重力，重力怎样？你的重力啊，全部是飞到你那边。对啊，所以来说重力其实以快速期来说很棒啊。嗯。我是走错边。对。我刚刚有发现我走错路了。哎、欸，没错啊！
很悠闲哦。我们其实是来这边旅行的，逛大街。对啊，都不用打怪，就王打。嗯。在繁星的半径范围内是最安全。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摄影参观卡。小心哦！对，有东西要捡，有东西要捡。你这上面没东西吗，小巨？我没东西、啊，没有，老居没有，哇，我这边没有，不是吃台主，哎呀，吃房子，为什么我也没有？您开了啊，啊老居是还没开过啊，哦、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啊。所以我在想，会不会是他刚开了那个箱子之后，也解锁了是不是？对，对，就都解了。哇，一键解锁是不是？开了那个箱子全部都。才，哎、欸、哥你怎么死了？应该是板甲吧。等一下。我就只有看到他反伤吧，是吗？待定再生，那个是什么？好像反伤欸，对不对？要靠法术的。对啦，超痛超痛！等一下，我也不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撤一点，等一下，我 CD 也来不及。不要炸，他变小会更麻烦。反正我 CD 还不急啊，你一定铁死了。我 CD 还很超久，怎么那么痛啊？反伤啊！也不是他哎、欸，或是弓箭手啊。弓箭手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我捧嘎一下。我看是不是弓手？带电重力不是啊。这里还有一只。你摘，刚的也太痛了。你是从我。烧死了，烧死了！我自己烧、啊，哥哥烧。哥哥不理我。应该老局没，这也没有用啦，因为这地图是你的。哎、欸，有用吧？怎么？不然为什么你开我都拿到？老局点中中间的方块，点下去。所以这才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。能点吗？能点吗？中间方块。没办法。好吧。然后这边这个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有走过。哦。哦。邪悪な村人の王へポーションはもう届かない。ウィッチたちも復活に時間がかかるだろう。感谢风间的支持。哇，画面黑了。嗯，没事，我都没有哎、欸，我正常。没事。想吓我？全部都是这个小人。
我又拿到一把哎、欸。一把什么？双刀，不一样的双刃。试试看这一把，我变回法师了。有什么？我为什么？你怎么现在换法师？爆发力不够啊！你都觉得我很强，啊，刚刚就打很慢吼，就跟你要输出是靠你在打，我在回血而已。你看这样子，哇！等一下，太硬了吧。你说谁？你啊？没有，因为我的这个游戏有回啊，也可以回血。我有回血啊，你这里呢？你要走错路，我又走错路了。其实我是在顺便回个血啦。之前没有。你要回去跟我讲啊，我会补啊。那这样子啊？你有带技能哦、喔？有啊。哦，那蹦达一下，你会不会拳的？嗯，你会不会拳的？没有啊，啊，没有啊，你不是。是我眼皮啊吗？我怎么觉得你长得不太一样？啊、他不是说他就换装了吗？我就说这是法师装啦、啊。你是？哎、欸，我刚怎么看到高帽子？我是看错了，是超级眼皮啊！
卡住了，滚！卡死！哎、欸，你是在下面？对啊，我从复活。哇，被烧死了！等一下哦，你先打吧。可以救吧？我可以的。然后我倒。有医疗，医疗队，医疗队。有了。哒哒，救！猪猪。另外一边吗？另外一边。啊、快点，你们走。看看有没有宝箱。好，没有。真是不小心的，不小心的，不小心的，不小心的。你是故意，绝对是故意。真的是不小心的。我差一秒。啊！死哥在笑。差一秒。这不，哎、欸，前面。前面怎么了？前面可怕，我是总哭工。好痛啊！好硬。硬扣扣。金箱，箱子，
到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没有掉在我旁边？就说不一定会哈。可恶，是不是要太一定的距离他才会掉？没有。是不是走错路了？又是这里啊，好烦啊！走错路了，是吗？哦，我们刚刚可以从那上来。黏很黏很黏。干嘛？刚被黏住了。不是你啊，我老狙啦。没有，刚刚要补个血，因为我刚刚站在那个毒气里面。走下面啊。嗯。哦，哎，这段我没走过哎。就是开网了。嗯。等 CD， 等我的蘑菇。还是设定一下。嗯。乐剑。乐剑能设定吗？有啊，我把那个一二三四换成 QWE， 所以说你会看到我一直在标记东西。改掉吧，好吵。没有了。我想要，那个要在哪边呢？设定键位，这进站。走。走喽。好。中间没火烧也算了，你应该是最后一下被烧了，我是最后刻了一个血瓶。邪悪な村人の王へポーションはもう届かない。ウィッチたちも復活。君のおかげだ。都没有，我都没有攻哎、欸，奇怪。然后我先把那个改回来。都刷不到攻。然后会一直吵到你们。哥，你要刷什么装吗？嗯，没有哎、欸。你要刷什么装？我的攻也刷不到、欸，奇怪，一把攻都没。找泽带。但是你要去找隔壁。隔壁干嘛？
他满团，我找他干嘛？没想到现在少一个。谁少一个？隔壁。隔壁少一个。嗯。你怎么知道？看得到啊。现在看得到。看得到按门上面的 friend。啊？你按右上角的那个就看得到。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！而且那边就可以，你们要踢人，可以从上面踢。怎么踢？就是玩家那边不是最右边有个红红的、哦，那就可以踢了。可是他们三个都在村庄，你们在干嘛？你可以过去问。你可以过去问。不要，啊、你要那你要干嘛？你要忙了，你要去忙了，你要去忙了。嗯，自己装不过你们啊，说好说满呢。不玩到这一关啊！蘑菇鸟，这什么？问号？问号？问号？蘑菇鸟，满满的蘑菇鸟，很硬吗？硬啊！你可以打打看啊！不硬不硬啊！你现在打真的很痛了吧？你看一下，你还记得昨天痛了吗？虽然这是三人血量，可以吧？可以了。我今天刷就可以，昨天刷到工作已经可以了。你一个人刷？哎、哦欸，哎呀，我好啊。你嗯，怎么一个人刷？没有，你说一个人刷就可以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刷你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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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你的。不要，我不要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我不要，我要跟在你旁边，我要当那个吸粉仔。看你有引力的话，就按着一个键就好了。嗯，就不用吸，好像还不错啊。刚是不是不？我就跟我警告过你了。我刚应该不该用雷的，雷好像就没什么用。哎、欸，有金箱。可以离开。就出路的。啊，没有。爽欸，你看，扫地机器人。我要在你旁边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我这样就不用找怪。哦，冲啊！哦，方便。讲真的啊，他打我好痛啊！你回一直回满呢？啊？你就一直打就回满。我知道啊，你要帮我打。你刚没有帮我敲几下的话，我就死了、欸。可以可以的，哥哥哎、欸。哥哥也是会死的、欸，哥哥不会死的、喔。不会。啊？狐狸甲。狐狸甲。哇。哇。哇哇！突然没拿到狐狸的金的矿。哎、欸，后面的。牛在咬你哦，牛想咬你哦。牛牛喜欢你。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死了？我站在旁边，他就突然间咬我。站太近了，等我一下。我可以救。
呜呼！为什么？而且它是会产生僵尸哎、欸？问号。因为晚上啦、啊。你还是不要做事吧，你站远一点呐、啊、你。那他刚老居刚死掉的位置哎、欸，居然产僵尸。就晚上啊。所以那个是我的尸体是不是？我现在是鬼魂在。有可能。闪电好像其实有点用，其实后面血量有对啊，后面的怪其实血量变高，你那个伤害其实看不太出来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后面都已经几千级吧、啊，走上面，走上面。上面。我、看你超痛的。那血慢慢掉是因为我在用，啊血突然不见都是你在用，你看是不是很棒？啊，我最棒！那我要跟在你屁股后面，我需要你这个磁铁。哎、欸，用磁铁？有夸重力啊！你看他们都不会过来靠过来。他们都喜欢你。是啊。看到你就冲过来。不用蘑菇超慢。嗯。没有吃蘑菇的时候超慢。等 TP 我吧。你要去找王人吗？没有啊，你们走那么慢。好了 ，TP。不是。你怎么一瞬间抓到了？就是 CD 装吼，但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，不然看几次都觉得很夸张。你现在怎么带啊？你是两个香菇配一个那个螺吗？没有、欸、我三香菇，两香菇配一个螺啦，还是你这样不够？螺，因为螺会够。哦，那我配，我配就好，配就好。哎、欸，到了、欸，到了，哎、欸，没有到的时候，我就会换，我会换防护罩，因为它的蘑菇喷出来有点痛。好，我也换。好了，道具，请顾好你自己，先别过来。好，不要过去哈。先别过来，救不了你。被打下去啊！快下去！又是啊，要面对这边了。好了，可以过来。两个人打好快。啊！我跟人敲超久，我跟人敲那只敲超久。没有，那是你主要是因为你没有用那个啦，螺啊，你螺是好像是 2.5 倍伤害、欸，就拔、啊。螺到底是哪一个？你看我，哦、你看我的牌。那個、我看啊，那个一个就够啦、啊，我的数字剑二啊。觉得我家有死老鼠，闻到尸体味。尸体味。你去找一下吧，那个很可怕哦。那个主要是那个用处哦。对啊，降攻击，降防御。那我下次改带那个，不带防护罩。欸、你一讲螺就开到螺哎、欸，螺的六，有了吗？嗯。有螺了。有这个会打到螺、香菇、铁巨人。有。再刷吧。
等下，那个你因为这我发现关卡会好打，是因为调错难度了。乖，是不是少一个 I？ 对不对？要出去吗？好啊。好像少了一个 I。刚刚是有 I 吗？刚刚是5还是6啊？我刚没注意耶。哦，没事，等下打就知道。我刚直接开喷了。离开啊！哦，你打到紫色镰刀，橘色镰刀。嗯。嗯。啊，离开啊！你是房主，你才能离开。我不是房主呢。我怎么离开啊？倒数第三个。哦，看到了，回到营地。哦，原来房主的差是这个。房主的功用。对，只有返回的作用。嗯，怪牛牛。哦，有可能哦。多了一个喽。应该也不是啊，因为我刚刚打到104的东西耶。嗯，对吧？我不知，你再打就知道了。我打了，因为我刚都喷在你屁屁，没有感觉。啾啾啾！我换蘑菇回来，满满的蘑菇。差不多啊。有吗？反正觉得这更痛了，我打得更痛了。错觉咧，抓呗，不对。觉得好像是吧？过去。根本过不去。过不去啊？从那边跳吗？我不知道那个洞我也进不去。哦，好吧，他走过了。因为这张我有走过呢。你要滚的。从这边有一颗蘑菇，还是直接 TP 我？看一下。哦。不好记一下。要跑酷过去。是不是在下面？在下面，对啊，这颗啊，好神秘哦！我真没有滚过来过。来这边，然后就没了。是什么特殊东西吗？没有了，就罐子而已。啊？只逛个地图而已。原来是被骗了。喵喵。超级大牛牛！没有看到你突然把他们消失，就是我开的路啊！哦，你有带我不带？所以那紫紫的屁就是那个的效果？不是啊，紫紫的屁是因为喝到隐形药水。卡住哎、欸，为什么真的砍不到？我刚刚也是突然挥不到啊！我刚刚突然真的卡住哎、欸，我刚刚就是没挥到啊，才死的啊。嗯。左键按太久了，他突然点不到關。不能一直连他就对。对。想害死我是不是？我丢那里丢的很好吧？刚走过去，你知不知道？没看到，而且我还一次放两颗。
哎，你等级升很快吗，老巨？现在49等。我进来的时候好像才差不多37到40左右吧。那已经有几等？啊？已经原本几等？你说进牛关的时候吗？跟我们玩之前，跟你们玩之前应该差不多在30左右。所以现在已经平白无故升了20等。我先走了。嗯，我要发呆等你到 TP 了，到超远。有牛关，大家可以升个3等。他们说三级啊，好了，到了。嗯。没有，我是大概是一场一等。如你救我！哇，我也死了，为什么？你死，赶快死！你先死，你先死，你先死，不要拖，拜托！不行，你就赶快死。是对。好。啊！怎么这么帅？你他卡住哎、欸！我刚刚想说你在拖什么？你要打不赢，在拖什么时间？你想被叶妹咬死而已吧？我想到就是这个而已。换种死法。对啊，耶！升等啦！哎，刚刚你升得很快吗？嗯，你那边没注意。你打牛牛？你刚不是刚开始144？你说，你说进来前哦？对啊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没注意到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等级？上面看得到啊！啊，哪里上面？你说、啊、按 F 那个 Friend 哦？不是，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啊，他都会修等级。嗯，然后嘞？对啊。有啊、哦。嗯？有啊、哦。有啊。我是不知道、欸。你等下注意地图进来的时候看得到，出去的时候也看得到。哦，你是说那个最后总结算吧？嗯，结算那边有知道、啊。一开始进来也可以啊，还是我记错了？有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。刚刚谁丢我？是我，我没抓到。刚刚谁想丢我？我也没有。哦。你丢那个角落不会扎到我啦！你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想炸你的意思啦。嗯嗯嗯，真的吗？小弟机器人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喝那个，不要看到水就喝，拜托。让我们喝、哦，我们打比较快。你喝水只在旁边逛街而已、欸这个是共用的。对，很少很少是没共用的，不多。哎、欸，我打掉宝的好像也不好哎、欸，因为要尾道才有用，我根本没尾道。你说宝、啊？对啊，就是掉，他可能是掉水掉什么的。可是他们是说要尾到最后一下才会有。嗯，那个都给你喂。不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给？怎么喂？你要怎么看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我打三下我就放空啊。啊，是不是很棒？放空的好理由。没错。有没有？我现在都给哥哥喂了。可是你现在看到头上有掉宝箱吗？没有吧。我有看到有箱子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地上有东西，对不对？我想啊，应该是有啦。地上的TNT 苹果那些也算啦、啊。
都算，嗯，那些都算是掉包啊。对不起，不是刀，对，抱歉，我这不是故意的。<笑>不想伤害啊！来啊，我要去旁边打 TNT 啊！打 TNT 了。噔噔，为什么没走？有时候看到箱有宝箱，但是没看到那个。没看到有掉什么东西，可能是钱吧。都是水，没有，我看你掉都是水。要苹果了。你要互相伤害吗？我还没拿到，你要等我一下。我根本没有拿到，可恶。你们两个的战争。哦，我找到一堆牛牛了，我要先拿到。没有。牛牛，快给我炸弹！不拿装了，要拿炸弹。牛牛，炸弹！牛牛。没有，扫地七天就要炸弹，快要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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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了！我觉得我被牛打死。哪有你写满的那边片？你有刚刚你有玩过那个吗？大怒神吗？上方下下像你这颗刚这颗水啊，就是你刚刚的宝物、欸。对啊，就是水啊！哎，又来了，水打太快了，跟挖那个地狱石一样。后面有金箱。嗯，等一下。九六，没有。你开始都给我绿装备了，我白装了。完了，运气没了。又完了。打 boss 了。等 DP 了吗？放空，放空。能者多劳，先好换好装备，然后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 TP 了。好，我不换啦，我就带三蘑菇啦。呜呼！太惊死了，太惊死了！这次繁星有算到，不是我已经过来都不能动，不是然后可以动的时候就直接爆。我说可以 TP 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你，我正在打，啊，结果你看我在中间，我就先跑掉了。看一下，我觉得你不用带盾了啦，盾我带啊。我没带盾，我连罗都不带。好，我带罗。罗也我带啊，我刚好就是 CD 完又可以再放一次，你攻击就好。OK。全带。我全带菇了、嗯，好走。贴墙壁哦，贴墙壁哦，贴墙壁哦。有。有比较快吗？你就差不多啊。哎、嗯欸，因为我刚好三蘑菇放了一轮。嗯，刚好放完一轮了。嗯，可以啊，够啦。打一场、你怎么又打到紫色镰刀啦？不，紫色镰刀啦，怎么打到一个镰刀啊？刚刚拿的镰刀，这个等级比较高，就装着而已。嗯。我这边好像升了六七等，一四升两等、啊。你看伤害都你打的，十万呢、欸，百万呢、欸。哦。箭矢射出数量是。
的书。哇！108的爆战剑士，好狂哦！还有引力耶，傻眼！哎呦！82、83，手控给我狂耶！你是缺工哦？我原本是想塑形工啊。嗯，那塑形工后面真的还好，你塑形工一定要搭配烟火啊，你拿来鸽子要放烟火啊。对, 对, 对，算了，那我不用工。你干脆刷这只鸽王，这个王就是给这个啊。你说刚那个吗？会爆炸、啊。看一下我的，我的是这个啊。嗯，我的现在就是这个啦。那就好啦，这个跟。这个有那个啊，可以把人家击退效果啊。嗯，那就这个就好。那这个的父母不好。没说啊。没有无限。没说啊。OK。好，请问进来哪里看等级？好吗？我错了吗？我问你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在哪看等级，你跟我说没？没有啦，我看错了吗？我记错了啦。不知道，就从这边滚下去的，可是好像没什么用。那个不用去。看有没有很快，有没有很快，很快。你要伤害了吗？你要伤害我了？你要伤害我了吗？开心没？开心了没？开心了。你来救我，小宠物。来了。哇！我看到死神拿镰刀靠着我，怎么办？我要跟他走吗？走，可以去。哎、欸，我刚一进来就拿到炸弹，开心耶！我跟你讲，我丢歪了。我刚往那边丢，结果丢到墙壁弹过来。我想说你怎么人那么好，什么时候人这么好？没有了，越认识你，发现你越白烂。哪有？快点，前面有直扭扭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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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好啦，我弄啦，我弄。你砍不痛哦，我都已经帮你削弱他了，让你砍爽爽，你不砍，你去砍其他的，走走走走走，你去去去。哦，不要不要，我要跟着你，我不要去其他地方。哎、欸，说好跟着我嘞，阿郎嘞，我是换我跟着你，你说。我、哦、看到前面有两只，他那个落单的，觉得有点可怜，我去摸摸他。确定只是摸摸吗？轻轻的摸两下而已。你会说我，你这块菲力看起来不错。菲力感觉很好吃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然后拿着斧头去摸摸它。地。拿着斧头去问路。哦，你说紫紫的烟哦？对啊，这是敲过的。我以为你是说什么屁股上有紫紫的烟。嗯，不是，是刚刚牛牛身上有紫紫。哦，对啊，对，是我的。按、嗯、咚。哦，就是这个，对啊，就是炉。我以为你是说刚刚喝了隐形药水，后面会有个，因为隐形药水喝下去滴一下会暴击，你知道吧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我都没有在注意喝水状况。反正有水就喝了。对啊，有血瓶就吞了。哎、欸、哥，我认真，你要不要换完把手？没有哎、欸，不换。我就没有叉八万哦，你是的。啊，你不是说你有那个什么？连八跟叉八万差很多，好吗？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连八抽八，我那时候玩起来真的跟智障一样。
是连发可以连，可以。你要不要试试看连发手把跟叉把玩差在哪？你愿意吗？我们来拿叉把，我们拿拿连发。你现在已经有连发经验跟我比这个，你可以用滑鼠啊，来啊。 不是啦，我是说用那个问号吃连发用法。你用啊？<笑>怎么是你死啊？我。不要给我挂啊！不要给我挂啊！不要给我挂啊！可是我刚不是往那里丢吗？怎么没有查到？怎么会炸得到我？ 牛牛那时候很多啊，我有看到好吗？没注意。妈，虽然是红色跟白色，我还是有戴眼睛的好吗？还是有耳朵的好吗？牛也不会吱吱叫好吗？吱吱叫只有两个生物，只有两个生物啊，一个要么蛇，一个要么苦力怕，想骗我？听起来不错啊，有啊。除非今天这个蘑菇牛说心情不好，比下的原因是好。 然后抱抱抱什么？抱起来。应该给你喝那个的红色药水，你就是一下一支了。你说刚刚力量吗？红色的啊。像你那个紫色就是滴一下会痛，你看掉啦，掉下去喝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感觉吗？不是血瓶吗？哦，不是血瓶。是啦，这没有血瓶的东西啊，这没有血瓶的，它只会掉苹果啦。 我已经以为它是血瓶哎，有没有？有感觉吗？很爽、啊。有。你打的每一下都会是红色的。这爽度好开心哦！下去哇，13000，对不对？哇，13000，对啊。凶。嗯，你看凶。哪里凶了？好，我不走了。 等飞，哇，这一坨好爽哦！好开心哦，我就要在按打手就好，真动。干，你也爽过头了吧，先生？先生，请做好宠物该做的事情好吗？<笑>我救他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人死掉旁边出现各种的怪。不啊，这跟你讲啊，这是晚上了。 所以才会有这个。对，只有30秒不就晚上才会有夜魅。我平常都没有注意到苦工啊。有啊，苦工僵尸蜘蛛什么，就是晚上你越不救越危险啊，你会被蜘蛛定在原地啊，被苦力怕炸、啊、这样子啊。所以才会说能救要赶快先救啊。哎、欸，还有声音。来。嗯 你在对准吗？ 给你对啊，给你对啊，给你对啊，就那么简单。你丢，我绕一圈都可以赢你。不用，丢不到对面。你是不是对你的臂力太有自信了？我刚想说可以丢得到，被蘑菇挡到了。 好了，走。我也烦心是要卡在那边不过去，然后就开始录进去。是也还好，只是桥比较久而已。
蘑菇的熔岩巨。哎、欸，有了哦，不是错的，104的。嗯，我带这个好了。挂了，挂了，崩溃。哥，你要开吗？嗯，你要开吗？你是不喜欢你开房啊？不喜欢，那跟我们去闯别人的房。还没狼怎么啦？你是嗯开了吗？是不是想讲这句话？嗯，还没啦。所以刚刚的那一场又让我生了事的。666，两等，两等。感谢羽毛子的20颗星星。好了，开了。耶、yeah. 嗯。我的箱子在地板下面。对啊。变成我重开。你还没重开哦。啊，挂了就是要重开，你还没等。我想说可以了。干嘛？撞到了！造反啊！撞到！撞到头！造反啊！没有！那斧头把你的脖子砍了！那你要戳到我？拿到铁巨人的铁巨人，蓝蓝的铁巨人。这把很烂呢、欸，偷偷看。没有这把锤，称为链子的锤 子，但他自己有那个链子。流星锤。对啊，可是他是锤子。Hello。真的觉得那个拳套真的是百看不厌。对啊，那时候卖掉之后，真的心很痛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吸血，一定要带那个护士。在刷、啊，所以就卖了算了，因为那时候打到另外一个灵魂手套啊，就是打那个法师用的。我说你要不要再刷、啊？没有啊，现在这把就是算不错的啦。有吸血的。嗯？有没有吸血、啊？是补血，我是说补血。哦，补血 ，sorry。哥哥，你快来！这里都很可怕、啊。等一下啦，我来了。哪里可怕、啊？哎呦，为什么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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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刚也是整个大那个。啊，他引力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所以他不是那个的。哦。我以为他是一个有火焰的牛牛。走起啊！没你 Rocky 啊，拢是我帮你拍。Rocky 啦！
哇，这样有点危险。噔噔噔，有听到声音了。什么？就是你们中奖啊，就打到宝箱子会噔噔噔啊，可是我听不到。奇怪。哦，我也没注意。 我很烦，来打打把你腿推走。我吗？嗯。我吗？算了，换掉，不好玩。你先打。<笑>你说那个喷喷？对啊。看一下雷杖好不好？雷杖这种难用。等级高才强。 是巧克力说的。我昨天撞102的，我觉得没什么效果。你有用吗？我想看。还没啊。我换一下灵魂装，等我一下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，后面有人需要保护，补一下怪。靠近我，保护补你，靠近我。你要不要让我补他了？算了，我换一下装备。补谁？ 刚刚你有一个队友快死掉，你知道吗？我没发现。你有顾虑过他吗？我没发现，我想说，我打了就他可以补血啊，虽然说我的慢。我的锅，我的锅，到我的锅。哎，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为什么你要走回去？我走错地方了。算了，我刚没开地图。可以跟别人家 PP 的时候就不用开地图了。哇！我要用了，放了，放了。好，你放，我看。好烂哦！<笑>我就不行。我在试试看，你怪怪，你来去看，你来去看。等一下，我把面清掉。我去看。我拿你对面看。 多了，我也快死了。然后我还是觉得书比较好用，雷还要算距离。不是你刚说要看，安吉你把它打光，你是白痴还是什么？我刚刚被半血了。你刚刚不从桥上走过来，你那怪人，我的天哪！那你现在用一下，还蛮多的啊。 只是觉得四分之一，你有喝到啊？好呀，我喝到。没有四分之一，超多好吗？五分之一了，两下吗？超多啊！两下的话就是一半啊，怎么会是五分之一？是啊，至少要炸两下。不是，就是他的血条剩一滴滴这样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耶。 哎，很好发现，雷杖是点了一个目标之后，它会跟着目标。哎，所以你就不用再新点了。对对对对，好，你打光了，来来来来，我要捡东西，看到装备了，捡一下。没有装备啊？我有捡。咒律宝石。有啊，有装备啊。我有。我有。哎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哎，许就不要丢，等下等下晕好。你会动吗？ 它不会动，嗯，它焦了。我都不动，它焦了。我刚想说它怎么bug了。这牛排熟了，是牛吧？嗯，不是普通的牛被雷劈到会变这个吗？还是蘑菇牛被劈到才会变成普通的牛？两个好像是互相的吧，就是会转换、啊。反正你有一把换雷的就好了，可能牛。 会被插死。被电死的牛。嗯。等下我等下引一只牛，你看着它的工作。你看我下面是啥？好。它很不动，那这只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。
变前面的。那只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有哎、欸，远距的好像一样可以，然后再多砍几箱就好了。可这还要搭配你的装吧？哦。哦。哎，觉得你那个打这个很适合用。你一堆的时候吃。军营应该多大？王十一，你说什么？那个巴掌，你那边好那个哦。真的。喂。你说，等下你说声音吗？你的 DC 卡卡的。应该不是吧？是你的，看一下。是我的吗？老居讲话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好，等下 DC 坏掉了、DC 坏掉了。DC 坏啦。我跟你的没事情。我听还好啊，只有你的声音快吗？还是你的网络？你的开车？喂，回来了。你是不是线又勾到？没有啦，怎么线又勾到了？网络线。应该是 DC 被霸凌。没有啦 ，DC 重开就好。嗯。棒。棒、欸，这里给你放。棒，哪里放哦？这里啊，你不知道电？我没有电啊，电什么？你怎么硬啊？你怎么会被打、啊？没有雷的，我觉得雷的范围太小了。你看这这么大，雷的范围那么小咪咪，小咪咪。哦、我觉得好像还是带输，输的范围又大，伤害超多。而且你靠一靠再用速补刀也很爽啊！那我放一本书啊？什么东西？我说我放到一本书，反正这么多不用白不用。刀，好，这样有点远呢，要不要换工具人套装？哦，不用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这样子这样工具人套，工具人套装，没错啊，听起来很可爱，可爱可怜吧？很可爱，不会啊。那你打一打，把。然后又灵魂又棒，然后打一打打一打打一打，然后棒棒棒，我们最棒，我好棒棒，最棒棒，放九可以不用做事，棒棒，哇！哦，这也是过不来的啊！什么过不来？我有练过。你再跳一次，来来来，你再跳一次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这样。差点就死掉了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这样子而已啊，嗯、有什么难？对啊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没有说很难啊。
嗯，要练过的。嗯，想干什么？可恶！看到没看到你跑到？拜托，这样子摔下去，扣的血至少不会死，好吗？我刚以为你要进去了，我还很认真的瞄准了你的头柄。嗯，要练过的。 不管，我来啦！我来啦！爆！干嘛啦？干什么？我没有看到你的。讲什么东西？我没有看到你的那个炸弹。 哦，前面要靠你，前面要靠你，前面要靠你。我吗？太多了吗？不是，那个，我会，啊，这个要赶快打，他会帮旁边的补血。哪一个啊？有牵线的牛啊。看来他已经打完。看来是不是就说靠你了？天哪！我都没有看到。 哦，我刚直接在揍牛牛。哈哈哈！哇哈哈！哇！怎么是？我不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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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动了。你不用这样了。我不动了，我不动了。 刚才不能打，因为他会优先救你。我错吗？要知道，吸趴很爽的，好不好？喝饮料。我敢，不可以再喝东西的哦。被发现，超大声。 咕噜一声，走哪？走上面啊，不要走这边啊！嗯，你快走啦，走快点啦，再踢踢你耶！打 boss 喽，换装备喽。 我换回三蘑菇。嗯。卢米加油！哥哥加油！贴墙，贴这里，贴这里，贴这里。 我知道要站在上面这一格，会不会？不是，站在我现在这个角度就不。你就站在这里啊，这一格。对，嗯，会刚刚好，就怎样都不会飞。 不是啊，刚刚的 TNT 不往下丢吗？怎么还炸得到？还是我是被牛咬死的？不是，你是被炸死的。被炸死的。你那是被炸死。嗯。
冲啊！ 冲啊！ 女人们别紧张。 现在完美货流吗？哦，大卫，我也完美货流。哎、欸，超痛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说什么？我还被咬？你被咬？被新的牛咬？嗯，我想说，马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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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我，马吉！我的马吉不够。 他们是魅惑完会回来咬人啊？还是我看错了？我怎么觉得我有受伤？我也觉得，没有啊。有没有老狙就这样子？他还咬你，你就没走。我还有，好像还没有这个项链。那这个时效过会怎样？他直接死掉？直接死掉啊！运气好，没有运气好会变绿宝石，他不一定会变绿宝石。 哎，掉弓了！不能回血。过不去啦，过不去啦！不能回血。我帮你回，我帮你回，我帮你回，帮你回。啊，你帮我回，那我不装死。魅惑。还是换掉好了，好烂哦。 重点是过不去，九个魅惑啊！我是九个啊！哦，你拿到爆炸弓了？你是专中文了、哦？没有，我刚看右上角。哦，嗯，这是吃素流。 <笑>他会急我，可恶！你怎么可以杀牛牛？牛牛那么可爱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要不要测试一下？先别打。怎么？等下我被卡住，你有看到？<笑>牛牛不要打架！牛牛不要打架！不要打架！有吗？我看不到哎、欸。 现在不算，现在不算，现在不算，在测试，在测试。魅惑流吗？对啊。哦，我拿来了，我拿来了。哎，不要说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好不容易没牛了。哦，没有，死掉没有？那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换回来，换回来。什么东西？魅惑流没有经验啊，换回来，换回来。 不是，之前就知道美金。我不知道啊。好像上次跟阿亮打。哦。被浇了一下。哎、欸，牛来了。哦，那我可以换了，你在旁边。哎、欸，你们过不见了。嗯。嗯。这一把。 然后，嗯，嗯。
梦，哥哥上面有我疯妈妈的妞妞。 我算什么时候有炸弹？他会在很神奇的时间不见的。好的，我会好好的看着你的头顶。<笑>突然之间就瞬间不见，有没有？就比如像现在，有没有？没有，现在没。你看，很神奇吧？见人。 对什么啦？你丢去哪里了？丢下去了。打完了、喔，这么短呢、喔？我刚真的没有看到哎、欸。这么短了、喔？我这关那么短？因为右边我们没去吧？嗯，有吧？我不知道，随便说的，不要理我。白目。我是真的不记得。 法师终于门就有跑死了，屁啦，打不到啊！我移过了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过不来吗？反正挤到这边就好了，反正挤到这边来，好，可以了。我不行，我是空挥，我的天哪！ 妈的，装满载！我还是下来。其实一个人会就不会很快啦。你那伤害都是你打的吗？没有，真的，你看现在都是你打的，我在放空。 可以打更快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白目，还不承认？<笑>不是我刚刚很好奇，鬼鬼公。 Thank you.
老师要打魅惑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现在还没有魅惑的那个。哎呦，咦，这关好陌生、哦，咦，关好陌生、哦，咦什么？这关是什么？这关我的啊，我跟你讲，这关我没打过，隐藏的啊，这关我真的没打过，就很陌生啊。那这关你要带我走，跟着地图走而已。繁星都说他陌生了，你还要说开始？不是这关我没打过。我好像很多都没有打过。那是我的 TNT， 你这没礼貌的。啊！你怎么没死？是不是？啊？对。啊！这是丢得很准呢、欸。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先走，你不要忘记他跑很快，好不好？先走，先走，先走。我不能走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有萨满，有萨满。哎、欸，这别闹了，这个真的是会死人的咯，有萨满咯。在哪里啊？死了啦。哦，好啦，不玩了。地上有水啊，喝啦。哎、欸，你喝了。我吃苹果。黏黏的。怎样？这个救命用的好。九六。这个是有一个隐藏地。对不起，不是走这個，不要走这個，不要走这個。隐藏地图是呗。嗯。隐藏地图，但不是隐藏路线。你也是很主动的呢、欸哦。哥哥不主动，后面有萨满。我没有要炸你了吧？我就是很乖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我上不去啊！开了，门开了。我专亲你们的屁股。哇，我的鼻孔上面插了一把剑士。这位置也太好笑了，恐怖哦！我们都看不到你的车尾灯了，恐怖哦！没有看到车尾灯啊！没 TP 我哦！你在哪？快快快快快快！打他！苹果你吃啊，前方很冷，哥哥去你的，你可以早点讲吗？我有，你扔了才讲，哥不要过去。我就有注意我所说，哎、欸，这什么苦力怕？哦，黑压压的苦力怕。算了，给他炸了，气死。不行啊！很快呢、欸，怎么这么快？没箱子哎、欸，好烂哦、喔！至少一个箱子都没有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关？这关好像我也没有开过。这关要去找啊！
这关是在优质小麦。是，这关是那个什么草原的右边。我做一关了，我这边只有开沼泽而已。要救救地图。我这场我要先离开。啊？晚点再回来。我这场我要先离开，晚点再回来。把吸到水里面去是不是？耶！哎，有上面。哎、欸，走这里啊？对呢。我们刚可能没触发、啊。白装。白装。够快，够快、啊！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！首播到了，我不敢去看。嗯、对啊，那我去看个首播吧。那首播没有版，不能用盈利，就有点想悲然。你说海绵宝宝吗？对啊，很扯哎、欸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没有去申请说这是原的创作，原创不是原创创作。我先撤，晚点回来。嗯、拜。哎、欸，繁星，你要到隔壁去？嗯，隔壁他们也不一定能接受开台啊。隔壁大队了。哦今天吸得很爽快，嗯。接下来等我长大，再去带小鱼他们。
然后我这边先离开喽。好，拜拜拜。头蹭。那不请自来。
在怎么说嘞？看下下，我刚好要休息啦。没事没事，你是那个是橘装哦，刷到了、哦。其实是之前就有的，然后因为我今天就想说练练等级，这样等级高才有更多附魔点数，玩其他装备，然后我就点点它，结果发现好好用哦。哪一只？你是绿色的关刀？哦，对啊。因为其实看呢、啊，因为刚好是。打这个牛关，然后完全不让那个牛靠近，就劈得很爽，直接劈。对，我觉得比可能因为我拳套没有很好啊，我觉得比拳套还要好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拳套我自己在那个牛群之中，还是有可能死。对啊，对啊，可是用这关刀的话，我在牛群之中就还可以活，就克那个水就是的时候。那、平常的话，就只要把牛都是引在同一面过来。都很 OK， 难怪想说露一只也不要浪费力气去砍那样子啊。对啊，我就是引怪然后砍，想说说不定大家就想说大家都全套，想说完全不同的。没有啊，我也是用灵魂在打，灵魂也很爽。好，想去休息吧。刷个，刷个这个。再刷关刀，关刀可是他毒的就不好。我忘了金，你有金关刀吗？金关刀他好像是打不死生物的，哦，打不死，对，那也还好啊。因为这毒我看他毒好像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错，好像就只跳50的样子。毒云的，对啊，就50/50，对，毒云就50/50跳，就其实蛮弱的。毒伤跟火伤我都觉得很烂啊。但是大概是灰级就还不错。长得又太慢了，关刀的速度就感觉刚刚好。然后他们那个哈基他们现在在玩那个双刃斧，他们在玩这个斧头，只是这我没有好的，想拼攻速的，因为这个也是。劈很快、啊，重伤害类型的，就是伤害就跟关刀那种差不多。嗯，然后就砍得很爽。然后现在玩不同流派，所以想要尝试一些其他的。我找不到好的灵魂装啊。你是要灵魂流？对啊。我是防具也想要再刷那种。铠甲增加伤害的，可是我刚刚发现狗狗也是有增加伤害，也还不错。它就是武器伤害会上升，嗯，这感觉还不错。好了，先休息。呵，按我按。那现在就是继续刷装备啦，看一下灵魂装备，灵魂，
看看，假如没人的话，我你就泰阿瑞亚吧。啊，记错了。首播好好笑，笑屁啊！不是那个有版权，我就很头痛呢。被版权攻击了，他版权主要是前面前奏那个有版权，那也没办法，我有去申请那个，等于就是那个。
我、哦、这样刷，我感觉不能用召唤钟刷，好久哦。召唤装啊，灵魂装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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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村人たちは邪悪な村人から解放され。因为我缺一个，我是想要刷到那个，已经够了啦。只是，怎么讲？就这个，其实可以二选一。我主要是要那个灵魂可以加跑，就这个，就是吸到灵魂之后会加跑速。我想要这个，这就是没办法，每个都满足啊。说哪一关有啊？你啦，要时间塔，不是？这关可以耶，关大关这关。爆缩爆发，等一下哦，我要干什么？哦，装备，好，出发。啊，穿错装了，靠了。拿出武器了，这关好像打
啊，不对耶，我应该全清光的。哇，嗯，他没有宝箱开。打一次。求求啦！
哇！有点热欸，身上好黏哦。老怪，老怪。刚讲完很热，就端了一个很热的面过来，要吃晚餐咯。我现在有点想睡觉，感觉没有睡饱。还是先开到六点好了，晚点再看看。我好久没有这样中断，分开开了。分开开，耶！其实靠自己打水出来的，好像也不错。这边到底有什么啊？每次开这边都没东西啊。看，没有，可以按吗？不行啊。
欸、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爱困爱困。断线，单人也会断线。Any morning,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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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8:04。笑，这个没有无限，无限爆炸，对，没有，会比较好。297298。开箱时间啊，速度没有，哦，是回收灵魂嘛？啊，这忘记是什么啊？增加灵魂伤害。再一个，这边有个亮粉红色的那个，我们就休息。你们那个就是传说的弓，不，橘色的弓，不，橘色的武装备，嘿。现在讲话有点呛了啦、欸，因为我坐在椅子上有点坐不住了，呛呛的。没有哎、欸，哇，立个 flag 抽不到了。我刚刚睡一下吧，就7起来嘛，还7:30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抽不到嘞、欸，快抽光10000块了。
有了有了，钻石剑。你看刚刚抽这些，哎，我操，这刚稍早抽到的这些啊。像这个是之前抽到的，不是之前啊，刚刚讲这句话之前抽到的嘛。然后这个也是啊，其他都是弗雷格之前，像开始看啦、没打算装繁中吗？就现在想想也还好了、欸。使用技能加速度。因为像怎么说，装备样子就是记嘛，然后就大概知道，早上是会召唤一只蝙蝠出来嘛，然后。不知道什么武器加上20%，这要再看一下。我有打算弄一个召唤装啊，就是你东西放一放就发呆了，给那个宠物做事就好。我108的、欸，这里留下来哈，三个落体化。这还好像还好、啊，干！像我就是要这个，加这个，再加这个，就在这只身上。我的天！回收？等一下哦。这个，哎，这好像行呢。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他100等，我先留着。近战速度，那就大概记一下嘛，就是。每公子有3%那个啊回收吗？那是回收灵魂，可是血量好少，少1000，会死。回收，见识嘛，开局增加10个，那这个我就看不懂了。所以这个可以的话是配这个啊，这个是满血伤害越高啊。哪一套是增加召唤物的就不知道了，召唤物伤害的，那个我要抽一个。应该这个吧，增加召唤物伤害的。我现在我好呛哦！天啊！近战武器，哇！
点这个，点这个。这套也不错哎，反正现在看装备都是挑这个加这个嘛，雪球加这個，现在这个好像也还好，因为现在大家等级起来了，不是太需要这个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换一套装备了，就是顶多有雪球吧，雪球再加冷却，冷却或雪球加，换一下啊，没了。刚玩游戏还在摸，对啊，我还好有日文呢、啊，不然英文真的是每件装备每件都要去找。啊，日文你就大概看文字就，删掉，删掉，知道，拜托拜托，没有，没有，就差一个那个了，跑速的。在叫，没有，没有，哇，直接通通卖掉了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对啊，所以才会说装日文稍微好一点，像这个的被这被动，他们说这个就是你射出去然后召唤物会去打，就是这还不错啊，换武器啦，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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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掉，反正这个就是只卖掉而已，没有什么用。追加的什么？钻石剑，冲啊！那今天先开到这边，晚点我再看怎样吧。应该买个提神饮料，七点吧再继续开。那今天先到这边吧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，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没有要看后台的数据，哇，好好够我填，够我填，32、31、32，今天几号？31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好啦，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，那我们晚点再见啦，拜拜。晚点不确定开什么啦，如果没有队友的话，就是开泰拉；如果有队友的话，就去开这个。好啦，我不一定会睡觉啊。